今天来菜地里看一下我家种了什么蔬菜。这个季节种的蔬菜最多了，这个是芥菜，还没有长大，如果长大的话至少有我这么高了。这芥菜长得真不错啊。这个是生姜，现在还没有拔掉，等天晴的时候再把它拔掉。这个应该是娃娃菜，这娃娃菜长得也太好了吧，看着真让人舒服啊。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吧，这个是萝卜，冬天吃萝卜最好了。你看这萝卜也长得挺好的。雪里红，这个雪里红长得不是很好啊，有一些叶子都已经黄了，估计是种的太密了。这个是辣椒啊，还没有摘掉，等过几天打霜了，再不摘掉的话就会烂到地里了。这一棵辣椒树结了好多的辣椒啊。这里种的是葱和大蒜，那里还种了雪里红嘞，我家的雪里红吃不完呢。这里种的是桥头，但是还没有长大，现在还不能吃。那里也种了好多的生姜啊。这里种的是木薯，好高啊，比我两个人还要高啊，过几天也要把它挖掉。哇，这里还种了好多的小青菜呀，我家吃不完，都开花了，好美呀。农村土地多，蔬菜不愁吃啊。嗯，香。